我们看这一题的哈，这一题要解这不等式。好，那怎么解？我就把二年拿上去。哦，这个是等于 log 以三之为底嘛，哈，三减 x 的平方，然后两边呢去底，去底因为底哈它是小一嘛，所以不等号颠倒，也就是说三减 x 的平方哈，它会小 x 减一啊。啊，当然这里有一些限制啊，比如说这个 x 哈要大一。因为 x 减一要大一点，那、啊、这个呢，三减一要大，大一点，好、哦，因 x 减一要大一点，啊，这个要大一点，所以 x， 大一点的话，所以 x 要大于三，嗯，要大一点嘛哈、哦、，x 要小于三的，哦，这是 x 要小于三，哦，这两个条件要先满足。它在取交集，跟着取交集，那我就把它展开来 ，x 平方减六 x 加九，小的 x 减一，那这样就是 x 平方减七 x 加十，小于零，那因式分解 ，x 减五 ，x 减二哈，小于零。好，那这样我就知道了 x 小于五，啊大于二。好啊，然后再跟着取交集。取交集的话呢，就是，哦，这个假设是一，哦，啊，另外这个是，哦，一的话就大一嘛，一个，啊，再跟这个取交集，哦，大一小于三。哦，这两个取交集是这一段，然后再跟这个取交集，五、二这一段，哦，按共同部分哈、哦，就是这一段，所以呢 ，x 哈、哦、小于三，大于二。